我是杰杰，大家早上好啊！这一觉睡得我腰酸背痛的，不会是麦琪那小子昨天晚上来打我了吧？不行，我必须要去找麦琪算账。哎，等等，这是什么情况？外面那些是什么东西？看起来怎么这么吓人？僵尸不是僵尸怪物，不是怪物的，我的天啊，他们是外星人吗？看起来也太奇怪了，我的村子怎么都被这群怪物给包围了？他们看起来像是熔岩人，我的天啊，怎么什么怪事都被我碰上了？我该怎么办？哎呦我去，什么情况啊，杰杰？ 我的天呐，麦琪，你可算是睡醒了！快看我们村子外面围绕的这一群是什么鬼东西！他们看起来像是熔岩做的，怎么办啊？我们现在最好不要出去，谁知道他们的战斗力怎么样？万一他一拳就把我给烫成烤鸭，那我岂不是死翘翘了？麦琪，我们先不要轻举妄动，好的。我知道了，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总不能在这里等死吧？等等，让我来想想办法对付他们。我这里有一把弓箭，并且箱子里面还存放着一些工具，我全部都拿上，或许我能用得上。现在我要上二楼看能不能对付这一群熔岩人。快看啊！ 现在情况真是糟糕，这一群熔岩人遍布了我们的村子，他们数量实在是太多了，我感觉我这几把弓箭对付不了他们。看来我只能干掉几个了。很好，他们在我的攻击下倒下了一个又一个。杰杰，你能把他们全部干掉吗？我的天啊，麦琪，你在异想天开吗？我只有六把弓箭。好了，现在弓箭已经用完了，我这连他们的零头都没干掉，他们的数量还是这么多。不过好在我们两个的房子距离不是很远，我现在就到你家来，我们一起商量对策。好的，你一定要小心。现在我就要跳到麦琪家的屋顶上了。 你们认为我能成功吗？成败在此一举。一、二、三，跳！很好，多亏了我的运动细胞发达，我非常轻松的就抵达了麦琪的屋顶。现在我就要从麦琪的烟囱下钻进去找他。走吧，出发！哎呦我去，我要烫死了！哇，杰杰，没想到你真的过来了。现在我们的村子实在是太可怕了，外面全是这一群熔岩人。你说的对，所以我们现在最好先不要出去，因为我们还不知道他的弱点。 如果这个时候能下一场雨就好了，一定能把他们全部浇灭。可惜天气预报说往后再一个月都会是大晴天，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必须得待在屋子里面不能出去？好像是的。现在好好待在家里面是我们唯一安全的选择。不过杰杰，你别担心，跟了你混了那么久，我早就储备了一些应急物资。挖麦琪，不得不说，你这次真的是救了我们。不过你的应急物资呢？不要着急，我把它藏在了院子里面，它就埋在这里。现在我就要把它都挖出来。麦琪，你要小心这些熔岩人，不要被他们烫到。好的。 放心吧，就是这个地方继续向下挖，很快就能找到了。好的，我来帮你一起找。快看，找到了，这是我藏起来的一罐饼干。末日的生存可少不了食物。哇，谢谢你，麦琪，我刚好饿了，真好吃。有了这些饼干，我想我们应该能在这个房子里面撑个几天。到时候我们再想办法该怎么对付这群熔岩人。是的，没错，就这样过了三天之后，为什么这群熔岩人阴魂不散了？都已经三天三夜了，他们还聚集在我们村子。我们的应急饼干都吃完了。是啊。 我们必须要去收集一点食物了，可是外面都是熔岩人，我们该怎么出去收集东西？放心吧，经过我这几天的观察，你家对面的那一栋房子里面没有人居住，或许我们可以去那里找一下物资。可问题是我们该怎么过去呢？我们可以挖地道呀，麦琪。听起来是个不错的选择，那我们赶紧开始动手吧。事不宜迟，我已经很饿了。好的，我已经正在努力向下挖了。挖了足够的深度之后，我需要向前挖。我想这个方向应该就是那栋房子的所在地，只要继续向前挖。 很快就能抵达那一栋房子的地下，杰杰还有多远才能抵达对面房子？很快了，麦琪在坚持一下，你确定吗？那当然了，我挖了这么多年避难所，难道我还不清楚吗？快看啊，我们好像到了，这个石头地板应该就是那栋房子的地面，让我来尝试一下打破它。哇，麦琪，我成功了，哈哈哈，我就知道天无绝人之路，来吧，现在就让我来看看这个房子里面有什么宝物。真不敢相信我们的计划居然奏效了，简直太完美了。这里有一个骷髅头。 它是这个房子的主人吗？我想应该是的。不过这边有一个箱子，我来看看能找到什么东西。不错，我找到了胡萝卜和土豆，还有一些其他物资，起码我们不用饿肚子了。哇，有意外发现我还找到了一个钻头。麦琪，你知道这个钻头威力有多大吗？它能一次性破开一面墙壁。哇，听起来也太酷了！你刚才不是说找到了食物吗？快点拿出来，我们赶紧吃了吧。我都快饿死了。不过麦琪，我想把这些食物换成种子，因为我们不知道还要骑士这种日子多久。 如果我们现在就把它吃完了，再过几天没食物了，该怎么办？好吧，你是对的，我们应该从长计议，而且我找到了这个钻头之后，我脑子里面有一个绝妙的生存方案。杰杰，你想到了什么方案？我打算在地下建立一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新王国。这群熔岩人怎么也不会想到我们会躲到地下生存，而且还不用每天一睡醒觉就看到他们。我听起来好酷，我们赶紧动手吧。我已经等不及了，好，现在就让我用这个钻头开始在地上挖掘。不得不说，不愧是史上最强挖掘机，我一下子就把地面墙全部打破了。 不过挖掘的过程中也要注意安全，因为地面上就是熔岩人，如果不小心打破地面的话。
我们的地下王国计划很有可能就会被他们发现，你说的对，所以我们必须要小心。事不宜迟，我们还是赶紧加快速度来建造我们的新国度吧。我今天晚上想睡一个安稳觉。好的，没问题。这个方向好像是我家的地下。是的，没错了，这就是我家的墓地板。只要我敲开，我就能抵达我的家。不过上不去啊，我需要在这里安装一条梯子，这样能够方便我进出家里面。很好，我们成功的把通道挖通了。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干活吧。 这里是麦琪家的入口，安装一个梯子之后，我们就能随意进出了。现在这个地下王国打通了，我们两座房子的隧道，通过它，我们能随意进出双方的家里面。剩下的时间就让我们来改造这里吧。首先，我觉得需要一个农场，食物对于末日生存来说可是最重要的了。你说的对，但在此之前，我们需要挖通一个水源，没有水的话，我们的植物也种不了。很好，已经成功的挖通了我们村子里面的水井。不过这水流有点大呀。 有了这些水，我们不仅可以种植农作物，还可以用来喝。现在就让我们来开始建造我们的地下王国吧。我和麦琪把通往水源的入口全部堵上泥土，这样水就不会乱跑了。这个地方将会作为我们的农场。接下来我要放上火把给我们的农作物制造光亮，让他们可以更好的进行光合作用。哇，麦琪想不到你那么快就已经开始了。那是当然了，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吃东西了。那我们就赶紧准备种植吧，把这些地都挖好之后，我要往这边种上胡萝卜和土豆。 相信他们很快就能成长起来。是的，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吃了。目前我们的种子只够种植这么多，就这样，我和麦琪改造了两个半小时之后，我们的新家已经打造好了。现在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是通往麦琪家的入口，上去就是麦琪的家，很方便，对吧？然后隔壁这一条梯子是通往我家的入口，只要爬上去就能直接抵达我的家，非常的方便，连接。我们家的地下王国是我们的新家，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在这里居住，这是我们的一大片农场，种上了满满的食物，还有水源。 有了这片农场，我们这辈子不出去也不会再饿肚子。是的，而且箱子里面也存放了满满的食物。我可太爱了。挖麦琪土豆烤好了，我们开饭吧。我都饿了一天了。是的，老师说，我觉得我们这里实在是太完美了。我们不缺食物和水，而且还有一个客厅。我觉得我们都可以永远住在这里。是的，很棒。接下来我们只需要等待下雨天，把那群熔岩人赶跑，我们就能出去了。是的。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方块哥。是不是好奇为什么今天大傻春不在这里？其实我也已经好几天都没有见过大傻春了。而就在刚刚，我收到了一封大傻春的来信，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上面写了些什么吧。亲爱的方块哥，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在一个世外桃源生活了一段时间了，在这里我可以不用工作，每天只需要吃东西、打游戏，每一天都过得非常的开心。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过来跟我一起过这种生活。来自你的朋友大傻春。 大傻春现在怎么样了？他该不会已经被嘎腰子嘎掉了吧？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等等，我得先冷静下来。我感确定这封信上的字体是大傻春的字迹，那就证明大傻春现在人还活着，而且地图上面的地址看起来也不像是那个诈骗地区。那是不是说明大傻春所说的这一切都是真的？难道真的有可以天天打游戏不用工作的地方吗？不行，我得过去看看。一探究竟，是不是真的有这么个世外桃源在那里？好了，现在我已经来到了大傻春信上面所说的那个整体不用工作，只需要吃吃喝喝的世外桃源吗？我想我最好再靠近些看看。可是这里的下面是一条熔岩河，我该怎么从这里过去呢？救命救命，救救我！等待是谁？是谁在求救？声音好像是从这里发出来的。一只乌龟，是你在求救吗？小乌龟，好吧，看起来不是你。是谁？是谁在那里求救？哦，这里有一
外桃源的开关入口，欧天那熔岩全部都退去了。现在这里的上面出现了一架石板桥，太棒了，大傻春应该就在这里面等我。事不宜迟，让我出发去寻找大傻春吧。大傻春，我来了，我来了，大傻春。哦，等等，桥梁关闭了，这是为什么？那我之后该怎么离开这里呢？这里的一切都太奇怪了，是谁建造了这些机关？又是谁建造了这个大傻春口中所说的世外桃源？等等，这个是什么？一个开关。哦天呐，启动这个开关之后居然弹出来了一个自动灯，这可真神奇啊。现在不是看这些的时候，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去找到大傻春。让我进去看看大傻春在不在这个房子里面。让我们走吧。大傻春，你在吗？你在这里吗？大傻春。哦天呐，大傻春，真的是你，你居然真的在这里。天呐，方块哥，没想到你居然真的来了。你收到了我给你的信了吗？是的，我就是跟着你信上面描述的地址找来的这里。我很高兴你来了，顺便跟你介绍一下，这个是香蕉小子，现在他是我的好朋友，是他带我来到了这里。
香蕉小子，这个是我最好的朋友方块哥。你好，香蕉小子，很高兴见到你。我是方块哥，希望我们也能成为好朋友。好了，别傻站在那里了，方块哥，快点进来吧。一路走来，你应该也已经饿了吧？这是我跟香蕉小子给你准备的食物，一些美味的牛排。哦，谢谢你，大傻春。不用客气，你想吃多少就吃多少，这里应有尽有，你想吃多少牛排都行。谢谢你，大傻春。这些牛排真的很美味，这是我有史以来吃过最美味的牛排了。不过我有个问题，这里真的就像是你信上面所说的那么好吗？你该不会是给骗了吧？方块哥，你想太多了，这里的一切就跟我在信上面跟你描述的一样，在这里我们不用工作，因为这里所有的一切都是免费的，这里有无穷无尽用不尽的资源和食物，在这里你只需要吃吃喝喝打打游戏睡觉就可以了。这真令人难以置信，是谁建造了这里的一切？而他为什么要建造这里，我也不知道。不过这些不是我们应该考虑的，既然你来到了这里，那么就留在这里跟我们一起生活吧，我们会在这里过得非常的开心的，这里的一切都非常的完美，只要你在这里待上一段时间过后，你就会爱上这里了的。虽然这里的一切听起来都是那么的美妙，但是你不觉得这一切都非常的可疑吗？大傻春，别多想了，方块哥，让我带你在这里四处转转吧。这里是我们的书房，你每天吃完饭之后可以来这里看看书，放松一些。如果夜晚你感到寒冷时，你只需要启动这个按钮，就可以在这里烤火取暖了，就像是这样。哇哦，天哪，这里看起来是那么的温馨美好。是的，没错，而这只是这里的一个小角落罢了，这里还有更多神奇的东西在等着我们去探索呢。让我们继续去其他地方看看吧。等等，大傻春，虽然我很想这么做，但是现在已经很晚了，而且赶了一天的路，我感觉已经有点累了。我想或许我们现在该去休息一下了吧。好吧，你说的有道理，那就让我们先回去休息一下吧，今天就先到这了，现在我该去睡觉了。晚安，大傻春。晚安，香蕉小子。早上好，方块哥，昨晚你睡得怎么样？我睡得很好，现在你和香蕉小子可以继续带我在这里四处转转了。当然没有问题，让我来带你了解一下关于这座美妙的世外桃源城市吧，你会爱上这里的，跟我来，我要先带你去我最喜欢的地方那里看看。好了，就是这里了，准备好了吗，方块哥？别眨眼，321开启，让我们进去吧。这里是个什么地方？别着急，待会我会告诉你的。我想带你去看的东西。好了，就是这里了，一棵可可树，你带我来看这棵可可树干什么？大傻春，别眨眼，看好了。321启动。哦天哪，这些可可豆全部自动从树上掉下来了。是的没错，是不是非常的神奇？每当这些可可豆成熟之后，我们就可以启动这个按钮，这样它们就会自动掉下来，不用我们一个个去采摘了。这个是什么？让我来展示给你看看。只需要在这里放上个蘑菇，然后它就会变成一个超级大蘑菇。哦，这个蘑菇可真大呀，我感觉这个蘑菇应该够我们几个人吃上几天的时间了。接下来我要带你去别的地方继续看看，快跟上，方块哥，我敢保证你一定会很喜欢这里的。好了，就是这里了，这是个什么地方？这里是我们的花园，这里种满了各种各样的花朵，在这里，在这里你可以很好的放松。这里我还在这里放了一些毯子和遮阳伞，这样我们就可以躺在这里好好的放松一下了。我喜欢这里，这里是那么的和平安静美妙，这里真的就像你所说的一样，是一个世外桃源。等等，这个是什么？大傻春，为什么这里设置了一些红外激光射线在这里？看到里面的那座高塔了吗？这里是禁区，听说那里面关押着非常多的怪物，所以我想我们最好不要到那里面去。答应我，千万不要进到那里面去好吗，方块哥？好吧，我保证不会违反规定的。现在已经到晚上了，让我们一起去放烟花来玩一下吧。烟花，我喜欢烟花。你只需要把烟花放到这个箱子里面，方块哥。好的，没有问题，把烟花放到箱子里面。好了，然后呢？下一步我该怎么做？然后启动这个拉杆，快点去启动它吧。321启动，准备开始欣赏美妙的烟花秀吧。哦天哪，它们看起来是多么的漂亮啊！好漂亮的烟花，这些烟花就像是我跟你还有香蕉小子一样，这里的一切都太美妙了。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会那么的喜欢这里了，大傻春，因为这里的一切都是如此的美妙。美好的一天就这样结束了，现在已经很晚了，让回去睡觉吧。晚安，大傻春。晚安，香蕉小子。晚安，方块哥。早上好，大傻春。这个大傻春今天怎么还没醒？醒醒，快起来，大傻春，现在已经到早上了。方块哥，我今天决定花一整天的时间来睡觉，因为我实在是太困了，所以你今天可以去找香蕉小子一起玩。好吧，那你慢慢睡吧，我要去找香蕉小子一起来玩了。现在不是已经到春天了吗？为什么大傻春这只乌龟还在这里冬眠？算了，不管他了，我还是去找香蕉小子玩吧。香蕉小子你在吗？香蕉小子，嗯，等等，香蕉小子人呢？大傻春，你知道香蕉小子去哪里了吗？他不在书房那里吗？一般香蕉小子都会待在书房那里，我刚刚去找过了，香蕉小子不在那里，那他可能是被召唤走了。召唤？被谁召唤？这里不就只有我们三个人而已吗？其实这里一开始不只有我和香蕉小子两个人，还住着其他很多人，不过慢慢他们都消失不见了。香蕉小子该不会也消失不见了吧？不会的，不用担心，方块哥，香蕉小子会没事的。既然香蕉小子不在，那就让我陪你一起出去玩吧。你确定我们不用去找香蕉小子吗？大傻春，不用担心，香蕉小子会没事的，让我们出去玩吧。等等，大傻春，快看，那个不是香蕉小子的东西吗？他怎么会在这里？也许香蕉小子不小心把它弄掉在了这里，让我们先把它收好，到时候再还给香蕉小子。方块哥，我想或许我们可以去那座塔里面找一下香蕉小子，我有预感他会在那里。可是那座塔不是关押着怪物的禁区吗？虽然是怎么说，但是我从来没见过有怪物从那里出来。
让我们去那里找找看吧。这些激光把我们给挡在了这里，我们该怎么从这里进去呢？真让人头大呀。虽然是禁区，但是我想这里一定会有其他的入口的，让我们一起来找找看。等等，这个是什么？一个拉杆。大傻春快过来看，我发现了一个拉杆，这个或许是这个禁区门口的开关，让我们启动它看看。准备好了吗？321启动。哦天哪，门打开了，这扇激光门打开了，太棒了。事不宜迟，让我们走吧，去寻找香蕉小子，然后把香蕉小子的宝贝还给他。香蕉小子，你在这里面吧。香蕉小子，我有种不祥的预感。大傻春，香蕉小子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没事的，方块哥别想那么多了，香蕉小子不会有什么事的。这里有一扇奇怪的铁门，香蕉小子该不会被关到这里面去了吧？让我们上去看看。让我们走吧，大傻春。这种不祥的预感越来越强烈了，老天保佑，香蕉小子千万不要出什么事啊。等等，不好了，方块哥快过来看，香蕉被困在这里面了。哦不好，是香蕉小子，真的是香蕉小子。香蕉小子你没事吧？香蕉小子，哦天哪，这是怎么回事？发生了什么？为什么香蕉小子被冻结住了？我们得想办法解救香蕉小子。天哪，发生了什么？为什么香蕉小子会被冰冻在了这里面？是谁干的这一切？这里的一切都太奇怪了。先是你所说的被召唤走消失不见的人，接着又是被冰冻住了的香蕉小子。消失不见的人？等等，大傻春，这会不会跟你说的那些之前居住在这里被召唤走的人有关系？什么？我有点不明白你的意思，方块哥。虽然之前那些居住在这里的人都莫名其妙的消失不见了，但是现在这里只有我和你和香蕉小子三个人在这里。是谁干的这一切？这实在是太恐怖了。香蕉小子是一个好人，他为什么要这么对香蕉小子？等等，这里有个箱子，这里面或许有香蕉小子被冰冻在这里的原因。哦，是一张信纸。是谁放在这里的信纸？那上面写着什么？方块哥，让我来看看。香蕉变种人，10000美元一只。这是一种不同寻常的香蕉人，他们的味道就跟香蕉一样十分美味，吃下他们可以让你拥有更强大的力量。大事不好了，大傻春，香蕉小子被卖了。什么？你在说什么？方块哥，香蕉小子被卖了？香蕉小子被谁给卖了？我不知道，现在情况非常糟糕，我们不能再继续待在这里了。大傻春，我想我们最好赶紧离开这里。为什么？那香蕉小子怎么办？方块哥，管不了那么多了，现在当务之急了，想办法先离开这里，之后再来救香蕉小子，不然如果我们再继续在这里待下去的话，谁都逃不掉。发生了什么？方块哥，我从来没见你那么慌张过，现在没时间跟你慢慢解释了。大傻春，你只需要知道现在我们必须马上找到出口，从这里逃出去。让我们走吧，大傻春，我们必须得马上离开这里，远离这个鬼地方，离这里越远越好。无论如何我们都得从这里想办法逃出去，因为这里根本就不是什么世外桃源，而是一个食人族给我们设下的完美圈套。不，这怎么可能？出口呢？那个出口呢？出口怎么不见了？完蛋了，我们可能要有大麻烦了。大傻春，那个制造这个虚幻美好家园的背后指使者应该已经发现我们想从这里逃出去，所以才会垄断了这个出口。我们该怎么办？方块哥，出口被毁了，我们没法从这里出去了，我们会不会也要跟香蕉小子一样被抓起来冰冻在那里？先别着急，大傻春，我想这里一定还会有其他的出口的，让我们先爬到高处上面看看。哦不好，情况有点糟糕，这里的周围看起来都被故意破坏掉了，让我们再去其他地方看看。完蛋了，这次我们真的惹到大麻烦了。大傻春，这座你口中的世外桃源被一个巨大的深坑熔岩河给包围起来了，除非我们会飞，不然我们根本没法从这里逃脱出去。我们该怎么办？方块哥，难道真的没有其他办法从这里逃出去了吗？也不是完全不可能，但是我们必须得借助一些工具才行。让我们先回去吧，大傻春，别让那些人给发现我们了。我们得在那些人发现我们之前制作好逃生工具，带着香蕉小子离开这里。好吧，现在我们又重新回到了这座世外桃源里，虽然这里看起来还是跟之前还是一样，但是这里的一切都让我突然觉得变得十分的陌生恐怖。不过我想他们应该还没有发现我们，因为这里的一切还是如常照旧的运行着。方块哥，你口中的他们是谁？难道他们就是伤害香蕉小子的那些人吗？我不确定，但是我想应该是的。我听不懂你在说的话，方块哥，我来给你讲个故事吧，听完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从前有一个农夫养了一只奶牛，他每天都非常的细心照顾那头奶牛，给他喂非常多美味的食物，但是他从来没有在那头奶牛面前露过脸。那头奶牛一直都天真的以为他吃的所有食物跟住的环境是上天赐给他的，直到最后奶牛长大之后，农夫才出来嘎掉了那头奶牛，把它做成了美味的牛排。而我们就是这个故事里面的那头奶牛。大傻春，什么？你的意思是这里其实并不是什么世外桃源，而是有人一直在背后默默地操控着这里的吗？是的，没错，这也就是为什么之前居住在这里的那些人会接二连三消失不见的原因。我很好奇，大傻春，你是到底是怎么发现这里然后来到这里的？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了一封奇怪的邀请，然后就被吸引过来，最后就住在了这里。原来是这样，别哭了，大傻春，哭是解决不了事情的，现在我们要做的是想办法从这里离开，我们得找个视野比较好的地方观察一下这里的地形，这样才有利于我们之后从这里逃出去。跟我来，方块哥，我知道哪里的视野比较好，就是这里。这个雕像是这里除了那座塔之外最高的一个建造，站在这个雕像的上面可以观望这里整座城市的情况。这里的视野果然不错，在这里我可以很好的观察到这座城市的所有地形跟情况。让我来看看这里其他可以供我们逃跑的路线。等等，那个是什么？哦天呐，桥那里有一座通往外面世界的桥梁。大傻春，我们有救了，我们有救了，我们可以靠那座桥梁从这里逃到外面去。真的吗？方块哥，
我们真的有机会从这里逃出去吗？不过我们最好等到晚上再行动，避免打草惊蛇让他们给发现了。如果让他们给发现了的话，他们一定会又去破坏掉那条桥的。黑醒醒大傻春，醒醒别睡了，现子已经到晚上了，是时候该离开这里了。我们最好贴着这些树木和灌木丛走，以防万一被他们给发现了。等等，大傻春先停下来，在逃跑的同时我们必须得提高警惕，观察这里周边的一切情况，因为这里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安全，这里可能到处都暗藏着各种陷阱，所以答应我小心一点好吗？前面就是那座桥梁了，马上就要到了，马上我们就能离开这里，从这里出去了。不过我们最好小心一点，因为我不确定这座桥上面会不会有陷阱什么的。好，跑跑快跑，大傻春，快跑，快离开这里。哦，不不不不不，是 TNT， 好多的 TNT， 完蛋了，我们中计了，我们中了他们的圈套，现在外面已经被这些 TNT 给全部包围起来。哦，不不不不不，危险，不。方块哥，你能听得见我说话吗？方块哥，黑方块哥，你还好吗？方块哥，快醒醒！方块哥，快点醒过来吧！我的头好痛啊！哦，等等，大傻春，真的是你吗？不是我，还能是谁？难道这里还有第二个大傻春吗？不对，你怎么会在这里？我们刚刚不是被 TNT 给炸飞了吗？还有香蕉小子，你不是被冰冻起来了吗？为什么你会在这里？方块哥，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什么 TNT， 什么冰冻？我怎么好像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你是做了什么噩梦了吗？别睡了，快点起来吧！让我跟香蕉小子带你在这里四处转转。你刚刚来，让我跟香蕉小子带你在这里四处转转，熟悉一下吧。等等，香蕉小子，怎么了吗？方块哥，你们昨天见过了吧？我们地心朋友香蕉小子，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他明明已经被冰冻起来了呀！方块哥，你在说什么？难道这些都只是我做的一场梦而已吗？别在这里发呆了，方块哥，快跟我来，让我带你出去看看这里。跟着我，我现在要带你去看我最喜欢的地方，我敢保证你一定会喜欢这里的。奇怪，为什么我感觉这一切好像都是我经历过的一样？难道这真的不是梦来的吗？快过来看，方块哥，看那这个自动门是不是非常的酷？别傻站在那里发呆了，快跟我来，这边这里面的东西保准会让你大吃一惊的。不对，我敢保证那些绝对不是一场梦那么简单，那些都是我确确实实经历过的。可是大傻春和香蕉小子为什么好像什么都不记得了呢？难道我进入了一个时间循环里面吗？所以现在我才会重复经历着之前所发生过的一切。既然这样，是不是就意味着我可以阻止那些悲剧的发生，告诉大傻春和香蕉小子关于这里的真相？是的，没错，就是这样。嘿，快点，快跟上来，方块哥，我们都在这里等你呢。等等，在参观你的花园之前，我有件事情要告诉你们。听着，这件事情非常的严重，请你们务必要相信我。其实这里所有的一切都是假的，准确点来说，这里根本就不是什么世外桃源，而是一些卑鄙的家伙为了把我们欺骗过来这里打造出来的虚幻的完美世界。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等我们放松警惕之后吃掉我们，所以我们现在必须得马上从这里逃出去，不然我们到时候会有大麻烦的。哈哈哈哈哈，你是在跟我们说冷笑话吗？方块哥，这太疯狂了，要不是我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我可能就会相信你了。听着，大傻春，我没有在跟你们开玩笑，我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都是我亲身经历过的。准确点来说，我是来自未来，来自明天第五。好吧，我们会相信你的。好了，现在该来看看我的花园了，快过来，方块哥，我保准这个东西会让你大吃一惊的。嘿，等等，大傻春，我真的没有在开玩笑，我知道你要给我暂时什么。你想跟我说，只要摁下这个按钮，这棵树就会自动收获颗颗都是吗？就是这样，看我都知道。等等，你怎么会知道？方块哥，香蕉小子是你告诉他的吗？那是因为我来自未来，我已经经历过这一切东西了。你们怎么就是不相信我呢？这一定就是个巧合而已。看看这个，还有其他的东西呢。我知道这个洞口是用来干什么的，只要在这里面放上一个普通的蘑菇，这里就可以生长出一个超大的巨型蘑菇，就像是这样。哦天哪，这怎么可能？一定是香蕉小子昨天晚上偷偷告诉了你这一切，对不对？一定就是这样。大傻春，请你相信我，我刚刚跟你们说的都是实话，我已经经历过这一切了，让我们一起来收集这些蘑菇吧。大傻春，请你们相信我，我说的这些都是实话，这里很危险，我们最好赶紧离开这。方块哥，快跟上，我要带你去个好地方。等等我，大傻春，听我说，别在这里浪费时间了，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好了，就是这里了，我知道这里是哪里，这里是你们的花园，也是你最喜欢的地方。等等，你怎么知道？难道你是我肚子里面的蛔虫吗？方块哥，还有这边，你在这里放了一些遮阳伞跟毯子，因为你喜欢在这里看书晒太阳，对吧？天哪，为什么你对这里会那么的了解？这太不可思议了。还有这个开关，只要打开这个开关就会出现一个公主，就像是这样。哦天哪，难道你真的是？是的，没错，我真的是来自未来的方块哥。你现在总该相信我了吧？因为我已经经历过这所有的一切了。就在我的空间的昨天，你已经带我参观过这里了，所以我才会对这里那么的了如指掌。我想你可能是累了，方块哥，放轻松点，这里没你想象中的那么坏。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回去好好的休息一下，睡一觉。
等睡醒你就会感觉好多了。我该怎么办？大傻春这个呆瓜完全不肯相信我的话，我必须做点什么才行，不然香蕉小子今晚会有危险的。我得想个办法阻止这一场悲剧的发生。我忙活了一天可真累啊，现在已经很晚了，让我们回去睡觉吧，方块哥。晚安。香蕉小子就是在今晚出事的，所以我最好找他单独谈谈。嘿，香蕉小子，听着，不管你相不相信我今天白天所说的那些话，但是从现在开始你必须相信我说的每一个字。今晚你可能会有生命危险，所以你最好小心一点。如果发生什么请你一定要告诉我，好吗？好了，现在我要回去睡觉了。我这一觉睡得可真舒服啊。早上好，大傻春。等等，香蕉小子呢？别担心，方块哥，香蕉小子应该一个人偷偷溜出去玩了，他总是这样。不好，香蕉小子有危险，大傻春，我们得去救他。方块哥，你在说什么？香蕉小子现在应该在书房那里，不，他现在绝对不可能在那里。你怎么知道？香蕉小子居然真的不在这里，他会去哪了呢？不好了，完蛋了，香蕉小子，我还是没能救下香蕉小子，真该死，我就不应该去睡觉的。等等，那个不是香蕉小子的宝贝吗？怎么掉在这里了？等等，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这里到处都是火？是谁破坏了这里？哦，不好了，方块哥，雕像被打碎了，那座雕像被打碎了。等等，快看那里，大傻春，香蕉小子在网球场那里，发生了什么？香蕉小子为什么会在这里？发生了什么？是谁干的这一切？香蕉小子为什么会变成了这样？他现在看起来已经完全失去了呼吸了。是谁？到底是谁对香蕉小子下了如此狠手？这里的一切都太可怕了，我现在很确定我们陷入了一个死亡时间循环里面。大傻春，请你相信我，方块哥别再胡闹了，这跟你之前所说的时间和地点都对不上。我们现在应该要做的不应该是找到杀害了香蕉小子的凶手吗？而不是在这里证明你所说的那个什么时间循环。香蕉小子，我失去了我最好的朋友香蕉小子。大傻春别伤心了，事到如今你还不肯相信我吗？因为我昨晚在睡觉之前提醒过了香蕉小子，所以这很有可能就是为什么香蕉小子没有被冰冻住，而是出现在了操场的原因。等等，我知道了，禁区，是的，没错，我们一定能在禁区里面找到发生这一切的原因。可是那里是禁区，那里被红外激光射线给死死包围起来了，我们没法进到那里面去的。我知道打开禁区的开关，跟我来吧，大傻春，相信我，我们一定能找到复活香蕉小子的办法的。好吧，就是这里了，这个就是打开禁区的开关，只要我们启动这个开关，这里的激光就会被全部关闭掉，然后还会升起一座通往那座高塔的桥梁。你是怎么知道这一切的，方块哥？难道你……我早就跟你们说过我陷入了一个时间循环里面，之前我已经经历过这一切了，只是你们不相信我。方块哥别在这里开玩笑了，我们现在已经没时间听你在这里讲故事了。我没有在讲故事，大傻春，我是认真的，我敢保证只要我们能爬上那座高塔，我们一定找到发生这一切的原因的。好吧，我相信你，方块哥，准备好了吗？我要启动这个开关了，321开启，让我们走吧，大傻春，为了香蕉小子，为了我们的好朋友香蕉小子，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揭开这座世外桃源的秘密，复活香蕉小子。这里看起来可真阴森，你确定我们要上去吗，方块哥？如果你想拯救香蕉小子的话，那么就跟我来吧。就在这边，在我陷入时间循环之前，我们就是在这座高塔的一个冷冻房里面发现了被冰冻的香蕉小子的。就是这里，这里可真冷啊，奇怪，这里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这个冰库跟我上次来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按照之前的顺序发展，香蕉小子应该是会出现在这里被冰冻住，然后被卖出去的。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方块哥？我没有胡说，这个箱子里面有一张能证明我说的都是真的证据，就是这个笔记本，你自己打开来看吧。香蕉变种人10000美元一只，这是一种不同寻常的香蕉人，他们的味道就跟香蕉一样十分美味，吃下他们可以让你拥有更强大的力量。不，我不能接受。香蕉小子，有人想把香蕉小子给卖了吃掉，所以之前居住在这里的那些香蕉人都是被吃掉了吗？不，这太可怕了，我不能接受。方块哥，原来你之前跟我们说的一切都是真的，我们误会你了，我应该早点相信你的，这样香蕉小子就不会出事。你终于肯相信我了，大傻春，不过现在也还不晚，别哭了，大傻春，哭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找到制作这一切的幕后凶手，让我们继续去寻找其他有用的线索了。等等，你听到些什么奇怪的声音了吗，方块哥？什么奇怪的声音？你仔细听，我听到了就像是些动物的声音，而且这些声音就是从我们的头顶上面发出来，它们就在我们的上面，越来越近了，那些声音就是从这里面发出来的。我们要进去吗，方块哥？为了香蕉小子，我们必须要进去看看。准备好了吗，大傻春？准备好了。321开，让我来看看到底是谁在这里装神弄鬼。不，不好了，大傻春，是怪物，是一只被尘封在这里的远古怪物。快跑，大傻春，快离开这里。不，大傻春，你这个可恶的家伙，我是不会放过你的。黑方块哥，你能听得到我说话吗？醒醒，方块哥，快醒醒，别睡了。等等，大傻春，还有香蕉小子，你们怎么会在这里？不对，是我怎么会在这里？难道我又再次进入到时间循环里面回来了吗？方块哥，你在这里嘀嘀咕咕的说些什么呢？快点起床吧，准备好了吗？让我和香蕉小子一起带你来欣赏这座美丽的城市吧。快跟上，方块哥，别在那里发呆了，我保证你一定会很喜欢这里的。
这里就跟我在信里面跟你所说的一样完美。我们每天都只需要……太糟糕了，我现在百分百肯定，我被困在了一个时间循环里面。每当我死去之后，我就会再次回到一切还没发生之前的那个早上。这一切发生的原理究竟是什么？是谁在背后操控着这一切？等等，我想或许我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循环找到从这里逃出去的办法。我必须得想到一套完美的逃跑计划，带着大傻春和香蕉小子离开这里。黑方快哥，快跟上！你怎么看起来半梦半醒的感觉？难道是因为你昨晚没睡好吗？抱歉，我马上就来。方块哥答应我从现在开始不要眨眼好吗？因为我现在要带你参观的是我在这里最喜欢的一个地方，我敢保证这里一定会……等等，大傻春，抱歉，我想打断一下。怎么了吗，方块哥？你想说什么？我感觉我现在还是很累，我想去休息一下，可以吗？当然你可以在这里干你想做的任何事情，不过我敢保证你会后悔浪费一个美好的白天在这里睡觉的。但愿如此吧。不过我现在真的很想去睡一觉。好吧，那你去睡觉吧，我要跟香蕉小子去玩一会了，晚上见。我现在要去好好的睡一觉，保持我的体力，然后准备今晚的战斗。好了，现在已经到晚上了。大傻春看起来睡得可真香啊。自从经历过上一次的循环之后，我决定不再浪费时间跟大傻春和香蕉小子继续解释这一切了，因为他们是不会相信我说的话。这一次我要一个人单独行动，今晚香蕉小子将会遇难，所以从现在开始我要开启我的香蕉小子保护行动。现在我得去找到香蕉小子汇合了。黑香蕉小子，很高兴看到你在这里，你怎么还没睡？等等，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我有个很严肃的事情要告诉你。今晚你可能会被一个奇怪的远古怪物袭击，但是不用担心，因为我会一直待在这里保护你。等等，外面有声音，是谁在那里？香蕉小子，你待在这里别动，让我到外面去看看。好吧，你们还是来了。情况很糟糕，这跟我预想中的不太一样，这里居然有两只远古怪物蹲守着。香蕉小子，快跑，快离开这里，危险，他们的目标是你，你快离开这里，别管我。不不，老天保佑，我还在这里，我还以为我会再次进入到时间循环里。好吧，我该这么做。有了，我想我可以用自己作为诱饵引诱这些怪物，让香蕉小子逃走。我不失败了。好吧，我又回来了，不过这次是回到了怪物出现之前。听着，香蕉小子，外面现在正有着两只强大的远古怪物在那里埋伏等着我们，为此我制作了一些武器来对付他们。来吧，让我们出去跟他们拼死一战，无论如何我们都要消灭掉他们。出来吧，你们这些可恶的家伙，我不会害怕你们的。香蕉小子，别离他们那么近，注意安全。不好，我被偷袭了。不不，我一定不回来。我方块哥又回来了。香蕉小子，用你的魔法打败他们，让我们并肩作战，合力消灭掉这些家伙。好吧，我又嘎了。我们跟外面那些家伙已经大战五个回合了，但是每一次我们都失败了。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到底要怎么做才能消灭掉那些家伙？你能给我个建议吗，香蕉小子？好吧，你还是一如既往的沉默寡言。等等，有了，如果我们能想办法设置一个陷阱把他们给困起来的话，那我们就能轻而易举的消灭掉他们了。是的，没错，就是这样。香蕉小子，别担心，我一定会保护好你的安全的。香蕉小子，听着，我现在要求你做一件事情，那么就是当我打开这扇门之后，你要跟着我一起从这里冲刺出去。答应我，一定要紧紧的跟着我从这里跑出去好吗？准备好了吗，香蕉小子？好了，我要打开这扇门了。三二一，开跑啊，快跟上我，香蕉小子，快跑，快用尽你吃奶的劲跑起来，不要回头，跟着我一路往前跑，香蕉小子，快跟上。好了，就是这里了，快过来呀、啊！你们这两个丑八怪，快来追我们！你们不是想吃香蕉小子吗？快过来追我们！很好，就是现在！你们这些愚蠢的家伙，给我好好待在这里面吧，永远也不要出来！我也成功了，我们成功做到了万岁！我们成功把这些怪物给困在了这里，现在我们终于暂时安全了。今晚没人能伤害得了你了，香蕉小子，你安全了，你终于能见到明天的太阳了。等明天天一亮，我们就把这一切告诉大傻春，然后我们一起离开这里。醒醒，大傻春，醒醒，快醒醒，别睡了。是你啊，方块哥，早上好啊，我今天感觉好累，可能没力气陪你们去玩了，所以你今天就去和香蕉小子一起玩吧。别睡了，大傻春，快起来，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要给你看，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什么什么重要的事情？怪物，我们昨晚把几只远古怪物困到了你的秘密花园里面去。什么怪物？这里怎么可能会有怪物呢？这里的一切是那么的美好，你该不会是在和香蕉小子合起伙来骗我吧？哈哈哈哈，我才不会上你们的当，我们没有骗你，大傻春，我说的一切都是真的，如果你不信，你可以自己跟我们来看。好吧好吧，那就让我跟你们去看看你们口中所说的那些怪物吧。不要待会我去到看到的是被你们误以为是怪物的流浪小猫咪。跟我来吧，大傻春，就在这边。好了，我们到了，就是这里。昨晚我和香蕉小子合力把那些怪物给困在了这里面。哪里有什么怪物，方块哥，别在这里装了，我早就识破你们的谎言了。这些话骗骗小孩子就算了，就被想着能骗得到我了。他们一定是藏到某个角落里面去了。跟我来，大傻春，我一定要让你看到那些怪物。快过来看，在这里，那些怪物在这里。看到了吗，他们就在这里面。在，不不不不不，天哪，真的是怪物，你们真的抓到了怪物，还把他们给困到了我的花园里。他们看起来实在是太可怕了。现在你总该相信我说的了吧？抱歉，方块哥，现在你说什么我都会相信你了。好吧，我要告诉你一个重要的事情，那么就是我被困到了一个时间循环里面了。时间循环？什么时间循环？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其实这已经不是我来到这个世外桃源的第二天，我已经是来到这里的第三遍了。之前的几遍香蕉小子都已经这些怪物嘎掉，
然后我们最后都在去寻找线索和逃跑的路上搭掉。每当香蕉小子和我们死去之后，我就会再一次回到我刚来的第一天。这听起来很乱，但是我相信你说的话，方块哥。不过既然那些会伤害人的怪物已经被关起来了，那这里是不是就已经安全了？我们可以继续在这里享受生活。不大傻村这里很危险，我们不能再继续在这里待下去了，因为我不确定这里是否还存在着其他的危险，所以我们必须得尽快想办法从这里出去。我有个建议，让我们去到那座禁区里面的高塔上。那座塔的塔顶本来居住着那些怪物，但是他们现在已经被关押起来了，所以那里现在应该是安全的。我想我们能在那里找到些对我们有用的信息。让我们走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就是从这个楼梯上去的。好了，就是这里了。上一次我就是和大傻春在这里被那个怪物给袭击了的。等等，这里有个箱子，方块哥，让我们打开看看这里面有什么。是一封信，我找到了一封信。特殊警报，特殊警报，再过几个小时，我的世界将会被有毒的泥污覆盖，请大家做好防御措施。什么？有毒的泥污？几个小时之后？等等等等，信息量太大，我一下子无法接受。麦琪，怎么了吗？我没遇到麻烦了？什么一回事？你先不要着急，慢慢说。刚刚接收到紧急通知，再过几个小时，我的世界就会被有毒的泥污覆盖，我们得走了。什么？你认真的吗？没有在跟我开玩笑，我这什么都没有准备好，我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好害怕。姐姐，麦琪，我知道你很害怕，但是你先别怕，只要我们不放弃，那么我们就还有希望，我相信我们能够找到生存的办法的。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我们一起想想办法吧。走吧，我们出来外面看一下现在的情况。好吧，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但是再过几个小时之后，这里就会被有毒的泥污覆盖。是的，真是太可惜了。我的计划是在地下建立一个安全避难所，这个主意听起来不错。我们现在必须要马上开始动手建造，只剩几个小时的时间了。对了，我差点忘了，怎么了吗？看看四周这些房子，我想我们应该把这个消息告诉村子里的村民们。你说的没错，他们有一些人可能没有接收到这个消息，我们必须要告诉他们。这里有个门铃，先按门铃，看看有没有人出来。喂，你好，有人吗？嘿，你好，是这样的，我今天接收到了一个消息，说这里很快就会有泥污覆盖，我想你需要为这个做一下准备。你在放什么屁话？那么闲就赶紧去把你的数学作业写。喂，我们说的是真的，你不相信我们，或者你愿意的话，你可以跟着我住到我的避难所里。去你的小屁孩，哇，你怎么还打人？我跟你说这些只是想为了你好，你怎么还动手了？算了吧，他既然不愿意相信我们，那就只能听天由命了，这一切都是他自己选择的，我们也无能为力。走吧，让我们把注意力放在打造避难所上面吧。好吧，我们走吧。对于这些邻居而言，他们可能觉得我们只是在恶作剧，但不管怎么样，我现在的精力要投放在打造避难所上。我们有一个地下室就在这里，只要按动这个拉杆就可以打开这个书架，就像这样，你看看起来很不错对吧？然后这里还有一个隐藏通道，这个通道就是通往地下室的路。不过我已经很久没有来过这里，里面可能会很乱，如果你准备好了的话，那我们就走吧。 Let it go。 芜湖，真不错。好吧，就是这里。好吧，我果然猜的没错，这里的确变得很脏，而且还很乱。我们先把这个地下室打扫干净吧，然后再搭帐篷。好的，没问题，希望这个地下室到时候可以保护我们，这是我们现在唯一的希望。我们快点开始吧，我们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了。好的，我们开始工作吧。让我来看看地下室里面存放着什么东西。芜湖看起来还不错，里面有非常多的工具，简直太棒了，我们可以利用这些工具干活。好啦，我们现在第一个任务就是把这些蜘蛛网清理干净。来吧，让我们收拾这个地下室，这里到处都布满了蜘蛛网。除了这些蜘蛛网，把这些藤蔓也一起处理。没问题，如果地面上全被泥污覆盖，我们可能要在这里待上很长一段时间，所以我们现在第二个任务就是开阔一下我们地下室的空间。如果我们一直待在这一个狭小的空间里面，不出一星期我们就会疯掉了。是的，你说的没错，我觉得我们这样吧，太耗费时间了，都不一定能赶在泥污到达之前弄好。所以麦琪，我去上面拿了一个 TNT 炸弹来。哇，这个主意听起来不错，我想这样能大大减少我们开辟空间的时间，直接点燃一个炸弹试一下。哇呜，太酷了，简直，这办法简直不要太好了，比我自己挖的速度快了不知道多少。来吧，让我继续再放多几个 TNT 炸弹，用这个方法，我想我们很快就能开辟出一个新空间。快走开，麦琪，危险。 Nice， 我们用炸弹炸出了非常宽广的空间。我们现在需要把这些边边角角清理一下，我们现在没剩多长时间了，所以我们必须放快速度。这个地下室还不知道要住多久呢，如果我们要长时间居住在这里的话，我们得装修好一点。现在应该可以了，这比原先的地下室大了很多，这看起来相当完美而且安全，即使地表被泥污覆盖，我们也可以很安全地生活在这里。芜湖，麦琪，见你那么乐观，我也就放心了，但我想我们不会待在这里太长时间的，我想我们很快就会度过这个难关。你说的对，我想这么大的一个空间光是用来打造房间太浪费了，我想我们需要一些食物和水，不然我们后期住在这里没东西吃会饿死的。好的，那就让我们在这里开凿出一个水源吧。哇，没想到这么快就挖到了地下水。麦琪，我们现在有水了，现在你想喝多少就喝多少，太棒了，现在水的问题解决了，轮到食物了，这个就有点棘手了，我们需要搭建一个农场，不然食物迟早会吃完，我们就选在这里吧。首先让我把这一部分清理掉，
就像这样看起来还不错。然后让我们用泥土来把这里填满，把这里全部填上泥土之后，把水浇灌在这里，这样我们就可以在这片土地上耕种了。来吧，让我们撒上种子。我需要种胡萝卜、土豆和西瓜，看起来怎么样？我们的农场就这样搭建完成了。我期待着这片土地的丰收，完美，这样我们就可以在这里生活很长一段时间了，而且不用担心会饿死。接下来就到了我们的生活区，走吧，我们上到地面上，把家具都搬到这里来吧。我们只剩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了，现在已经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赶紧把自己能的拿的东西都拿到地下室去。我要先上二楼把我们两个人的床拿下，这是睡觉必须要的。然后接下来是桌子、电视柜、电视还有厨房，我要把它们全部都拿走。好吧，这个冰箱我也要带上。还有一点我们不能忘记的，那就是我们的卫生间。好主意，好了，能拿到已经拿着差不多了，我们回到地下室吧。现在我们把在地面上拿到的家具全部在地下室搭建好，我们还忘了一个厕所，我就从这里开辟一个空间吧。必须得快点讲，快点速度了，我想赶到灾难来临之前搭建好。他就这样吧，麦奇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还不错哎。我们把床放在哪里？要不就放在水源的旁边吧，看起来这里也没有多余的空间了，我们做一个双层床，非常漂亮。好了，这里布置的差不多了，我需要在这里开辟一个新的空间，我想我需要在这里建立起一个新系统，不然的话我们这里空气不流通，我们会被闷死的。首先我要往地上放入一些冰，然后是墙上也放入冰块，把这里都堆满。怎么样，现在打造好了，看起来还不错吧？太棒了，现在感觉凉爽多了，这样我们就不会闷死在这里了。看，我们的地下室避难所已经打造完成了，看起来非常完美，即使现在泥污灾难爆发我们也能相安无事。但是我现在还有个问题，我挺担心我们的邻居，但是他不相信我们，我们要不要再告诉他一声？没问题，我们去找他谈谈吧。你好，又是你们两个小屁孩，你们到底想干什么？我们已经建造好了地下避难所，你要跟我们一起去那里居住吗？我都说了多少遍了不要来烦我，你确定吗？我们现在所剩的时间真的不多，我都说了多少遍了，我不去你们两个再来跟我玩这种恶作剧，别怪我揍你们了。这个世界马上就要被泥污所覆盖了，你真的不来吗？不去不去，滚滚。好吧，他再次拒绝了我们，既然他不愿意相信我们，那就算了吧，我们回去吧。现在怎么回事？是灾难来临了吗？我有点害怕结节。我们的避难所能保护我们吗？放心，你放心吧，我们自己打造的绝对足够安全，希望我们的避难所足够结实，我们的屋子也没有哪里漏雨，现在已经停止了，看起来我们是成功躲避了这场灾难。我们要不要出去看？听起来很危险，有毒的泥污会感染我们吗？我们穿起防护服应该就不会伤害到我们了。就像这样全副武装，你准备好了吗？麦奇，我们要出去了，准备好了？好的，我想我们这样应该能保护我们的。走吧，我们要快去快回，看看能不能把我们的邻居拯救回来。我去，看起来真恐怖，我们的世界现在已经被这些有毒的泥污覆盖了，你看外面现在全部都是紫色的，还好我们穿着防护服。我出去试一下。哇，不行，这些泥污简直太毒了，它快把我毒死了。快走快走，我们快点回避难所，快回去关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方块哥，如你所见，我和大傻春被困在了一块木筏上，是不是很好奇我和大傻春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事情的起因是我们本来在海上开心的冒险，但是我们的船突然发生了意外，所以才会造成这么个画面。现在我们所有的物资只剩下一些香蕉、鱼竿和潜水面具了，当然还有这块木板，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失去希望，即使是像现在这样被困在海里面，我们也要想办法生存下去。如果我们想在这里生存下来，就必须获得更多的食物，单靠这些香蕉不出几天我们就会变成两具尸体了。我想我们可以利用这些鱼竿来钓一些鱼，这是个好主意，在海里最丰富的食物应该就是海鲜了，希望我们能钓到足够多的鱼来供我们生存。哦，大傻春，你的鱼竿那里好像有动静，快拉上来看看是什么。啊，好吧，只是一棵小树苗，我的鱼竿也钓到了一些东西。等等，这是一棵香蕉树苗，也许我们可以在这里种下这棵香蕉树，这样我们就会有食物了。但是种植香蕉树需要泥土，这里到处都是水，我们该去哪里弄来一些泥土呢？这是个问题。方块哥，快看我钓到了些什么，这看起来很像泥土块。这不是泥土块，大傻春，这是一些石头，石头是种不了食物的。我也钓到了一些石头，让我们继续钓看看会钓到些什么吧。等等，这简直不可思议，我钓到了一块泥土块，太棒了，这样我们就可以种上我们的香蕉树了，把它放在这里，然后种上我们的香蕉树苗，真不错，它会长成一棵香蕉树的，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实现香蕉自由了。让我们继续钓吧，不知道还会钓到什么好东西。哦，对不起大傻春，我不小心用鱼竿钓到了你的头，真的抱歉。没关系，我还以为我们被袭击了。让我们继续钓吧。哇哦，快看，我又钓到了一些泥土块，这样我们可以种植更多的食物了。快看，我们的香蕉树都长那么大了，现在上面有香蕉了吗？我不确定，但是我想我可以用一些香蕉木来制作一张工作台。太棒了，我感觉我有点饿了，方块哥。我也是，但是我没有看到香蕉在哪里。让我们来打碎这些树叶，或许我们就能找到香蕉了。香蕉香蕉香蕉，快点给我们一点美味的香蕉吧，我们实在是太饿了。我们已经把香蕉树全部敲碎了，但是都没有看到香蕉在哪里，只有一棵可怜的小树苗。至少我们还获得了一些木块，现在我要用这些木块来做一把锄头。我们要锄头来干什么？方块哥，待会你就知道了。现在把我刚刚钓到的泥土块放上在这，就像是这样，
很好，然后用锄头来犁地，再种上我们的种子。我们现在拥有了自己的麦田了，这太棒了，让我们继续回去钓鱼吧，我相信我们一定会钓到更多的好东西的。哦，这是什么？我居然钓到了一瓶药水，这是一瓶潜水药水，它能让我们在水里面呼吸三分钟，太好了，这样我们就可以进去潜水了。让我们出发吧。哇哦，可以在水里面呼吸的感觉真不错。快看，那些是珊瑚礁吗？看起来可真漂亮。哦，不好，那里有一个逆尸，快跑，我们最好就离远一点，要是被这个逆尸盯上就不好了。让我们继续前进冒险吧。哇哦，我发现了一个箱子，让我们来打开它看看，是一些小麦和煤矿还有鱼竿，太棒了，真的是一次不错的收获。让我们继续找找看这里面还有什么宝贝吧。等等，前面那是什么？看起来像一座房子，为什么海里面会有一座那么奇怪的小房子？我想进去看看。这是什么？小东西给我走开，让我进去。哦，不好，这是一只水母，它毒害了我，我的生命值在不停的下降，这太糟糕了。等一下，我看到了个箱子，又是一些煤矿，太棒了。好了，我得在药水失效之前离开这里，不然我会缺氧晕倒的。哦，那个不是大傻春吗？大傻春，你还好吗？你的潜水镜去哪里了？我感觉我不太好，我快没有氧气了。哦，等等，我好像可以在水里面呼吸了。我猜可能是因为这块岩浆岩块，它可以产生一些氧气泡，在这里你可以正常的呼吸。让我们走吧，我想我们该回去了。救救我，方块哥！不好，是一个怪物，他正在拿着一个叉子追着大傻春。大傻春，我来了，坚持住，给我滚开！你这个怪物，别想伤害我的朋友！快跑，大傻春，赶紧回到我们的木筏上面去！快跑，终于安全了。在海里面待了一天，真的太累了。你绝对不敢相信我刚刚在海里面找到了什么。什么？快给我看看，就是这个鱼竿。这个鱼竿有什么特别的吗？这是一把附魔鱼竿，它能帮我们钓到更多好东西。看好了，就像是这样，看我用它钓到了一些钻石。天呐，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可以让我来试一下这个附魔鱼竿吗，方块哥？求你了，当然给你，大傻春，希望你能用它钓到更多稀有的物资。我会的。哇哦，你钓到了很多食物的种子，很好，我们需要这些种子，不错的收获。我想再试一次。当然可以，你可以再试试看能钓到一些什么。有东西上钩了，快拉上来。你钓到了些什么？快给我看看。哇哦，简直不敢置信，你居然钓到了一些翡翠宝石，这太棒了。让我们继续吧，希望能钓到更多稀有的物资，让我们一起努力。又有东西上钩了，让我来看看是什么。是黄金，照这样下去我们很快就会变得非常富裕了。哇哦，我又钓到了一些铁块，不过这还不够，我需要更多的铁块。天哪，我还钓到了一些香蕉，这太有趣了，我从来没有想过钓鱼会那么的有趣。我们的物资现在越来越丰富了。等等，我们钓到了一些绳子，这太棒了。大傻春，把你钓到的绳子给我，你要用来做什么？我可以用这样绳子来做成羊毛，然后再加上一些木头，一张床就这样做好了，太棒了，这样我们就有地方可以休息了。让我们继续钓吧。又是一根香蕉，一些矿石，又是一些矿石，我钓到了一些铁，太棒了，现在我有足够的铁来做一把鹤嘴锄了。一把鹤嘴锄完成，终于可以把刚刚钓到的钻石矿石和绿宝石钻石开采出来了。让我来用这个鹤嘴锄来开采它们，真不错，我们收获了一些钻石和绿宝石，现在我们可以用这些钻石和绿宝石去和旅行商人做一些交易了，希望他带了些好东西跟我们交易。你好先生，我们是来做交易的，让我们来看看他都有些什么。一些珊瑚和藤蔓，还有一些蜗牛。好吧，没有我们需要的东西，交易失败了，希望他下次能带上点好东西过来。我们在刚刚钓鱼的时候收获了很多的泥土，不如让我们来扩大我们的农场，这样我们就能在这里种上更多的食物了。这听起来很不错，差不多完成了。然后用锄头来犁地，把已经成熟的小麦收割掉，然后再种上新的食物种子，大功告成。现在我们拥有了自己的农场，我想我们最好可以在这里建造一个庇护所，一个房子。是的，这样下雨时我们就有地方可以躲避一下了。如果需要建造房子，我们就需要很多的木头，首先我们要找到更多的木头。让我们继续钓鱼吧，这样我们可以收获更多的物资。真奇怪，虽然说我们是在钓鱼，但是我们直到现在一条鱼都没有钓到。等等，我又钓到了一些绳子，太棒了，这样我就又可以用来制造一张床了。这张床是你的了，大傻春，真不错，我们的日子正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但是如果我们想在这里更好的生存，我们得盖一个房子。让我来砍倒这棵香蕉树，用这些木头来建造我们的房子。除了砍树，我们还需要扩建一下这里，这样我们才能盖一个宽敞一点的房子。差不多了，现在然后我们开始盖我们的房子吧。用绿色木头盖的房子看起来很奇怪，不过这个颜色跟你很搭，大傻春，希望我能看习惯这个颜色。好吧，现在让我来做一扇门，一扇绿色的门。你有石头吗，大傻春？当然，你需要多少石头？给我多一点，我要用来建造一个熔炉。好的，谢谢，完成。我想我们的床可以放在房子里面了，太阳就快下山了，我想我们该睡觉了。等等，我们忘记加上两个小夜灯了。好了，晚安大傻春，晚安方块哥，早上好大傻春。在房子里面休息的感觉真不错。是的，但是我想我们最好再盖个屋顶来保护我们。你说的没错，让我们开始吧，盖上我们的房顶，这样即使是下雨我们也可以在里面安心的休息了。多么温馨的房子，但是我总感觉还缺点什么。我知道是什么，我正在制作一些玻璃，现在让我们来安装一些窗户，这样我们就可以在这里看到海景了。这听起来很不错，我想把窗户弄得大一些，就像是这样，
好了，大功告成，现在我要去修补一下我们的屋顶了。我们的房子就这样盖好了，它看起来非常的棒。让我们一起来参观一下我们的基地吧。我们把这里从一个简单的木筏扩建成这样，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农场。我们在这里种植了很多的小麦，可以用这些小麦制作成面包。在我的身后还有一棵香蕉树，我们的房子也是由香蕉树木块制作而成的，所以它才会看起来那么奇怪，就像大傻春一样。接下来来参观我们的房子，一个绿色的香蕉屋，我们可以在这里躲避任何的天气，因为我们有着坚固的屋顶，还有一个漂亮的海景窗户。这是我们温馨的小屋，我们可以在这里安全的存活下来。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请给我们点赞关注，祈祷我和大傻春早日获救，我们下期再见。今天我和大傻春花了1000个钻石买了2双蟑螂翅膀，它可以让我们在空中飞行。今天我们决定用这双翅膀在丛林里面冒险，让我们出发吧。这是我第一次体验用翅膀飞的感觉，方块哥，这种感觉真的太酷了，我要跟紧大傻春体验一下飞行的感觉，这种感觉真的太爽了。原来飞行那么容易，我们只需要在起飞的时候打开翅膀就可以了，这非常的简单。让我们开始用翅膀飞行探险吧。这里太多木头了，我们很难在这里飞行，不然我们的翅膀很容易就会划伤。这可是花了1000个钻石买的翅膀，我可不想弄坏它。我们应该到山顶，那里没有木头阻挡我们，我们可以随便飞行。这个主意很不错，大傻春，我们马上就到山顶了，方块哥，我们需要找到一个适合我们飞行的地方。天呐，大傻春，你猜我发现了什么？一种新的矿，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矿，我也没有见过方块哥，不过我听村民说过那里经常会有一些奇怪的声音，我想我们可以飞过去看看。哦不，我想我还是不太适应这个翅膀，它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你需要练习更多的技巧，方块哥，我们需要小心一点，这里我已经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了。哦不是，眼镜蛇，一大堆眼镜蛇在这里面，我们得赶紧走，如果被他们咬上一口我们就完蛋了，快回到安全的地方。我想我们需要做些什么，那些眼镜蛇离村子太近了，他们很容易就会来到村子里面伤害村民，我们要去彻底消灭这些眼镜蛇。我们该怎么做呢，方块哥，我们没有一点武器，只有一堆钻石，我们该怎么办？让我想一下该怎么办。我想到了，我们有两个选择，第一个就是花一大笔钻石雇佣一支特种部队去消灭那些眼镜蛇，第二个是我们花钻石去买一些武器自己去消灭他们。我想我会选择第一个方案，方块哥，让我们拿上一些钻石出发吧，我们得尽快消灭那些蛇，他们就像一个定时炸弹一样非常危险，我们需要找到那个卖武器的村民，他总是会在关键时刻出现。嘿，我看到他了，嘿，我们需要你的帮助。我该怎么帮助你？需要我卖什么特别的东西给你们吗？是的，我们需要跟你买一些强大的武器，我想你需要这个，这是这个世界上最强的剑，你可以用它打败任何东西，我愿意花光我的钻石买下它。不过你为什么要买这把剑？因为我们刚刚在村子附近的矿洞发现了一群眼镜蛇，他们离村子非常的近，如果我们不赶紧消灭他们，他们会来到村子里面伤害村民们的。好吧，我可以把剑卖给你们了，不过你们得先把钻石给我，然后转过头去。他该不会是个骗子吧，方块哥，我们没有其他选择了，现在只能相信他了。如果有人问你，不要告诉他是谁卖给你这些剑，忘了我。哦，方块哥，那个村民跑了，只留下了两把木剑，我们被骗了，天哪，他拿走了我们所有的钻石，我一定会抓到你，让你付出代价的，该死的骗子，他逃掉了。我们真的要用这两把剑去消灭那些蛇吗，方块哥？没有办法，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我们得赶紧返回刚刚的地方，去除掉那群眼镜蛇，他们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威胁，那些蛇怪应该就在这附近，我已经听到他们的声音了，他们发现我们了，方块哥，小心大傻春，不要让他咬到我们，他们的毒液非常危险，虽然这些剑很垃圾，但它仍然是一个武器，相信自己，坚持住，为了我们的村子而战，我们靠实力成功的消灭了他们，方块哥，我们赢了，我们的村子暂时安全了。不过我想我们还是得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漏网之鱼，这里是他们的洞穴，我想我们得进去看看，小心一点大傻春。哦不，这是什么？一条看起来像僵尸一样的蛇，就是你们把我的小蛇都给消灭掉了，你为什么要制造那么多蛇在这里？他们会威胁到村民的安全，哈哈哈哈哈，威胁，我本来就是要用他们摧毁那个村子的，你为什么要摧毁我们的村子？我曾经只是一个普通的科学家，直到有一天你们村子里面的女巫把我变成了一条蛇，我要报仇，我要摧毁她的家，摧毁整个村子。哦不，大傻春，她想逃跑，我们不能让她出去摧毁我们的村子，抓住她的尾巴，别让她跑了。女巫毁了我，她把我变成一条蛇，所有人都讨厌我，唾弃我，害怕我，想杀掉我，现在你们又毁了我的复仇计划，这公平吗？可是村民是无辜的，你不应该摧毁整个村子，难道我就不是无辜的吗？我被变成这样一个人，躲在山洞十多年，有谁可怜过我吗？我必须要所有人付出代价，我们必须得抓住他，我们兵分两路夹击他，把他逼到墙角，不然我们很难抓住他。你还有什么遗言可说吗？我们不会让你有机会去到村子伤害村民的，呵呵，这是你们逼我的，现在药水会把你们变得跟我一样，马上你们就能体会到我的痛苦了，哈哈哈哈哈。哦不，你在干什么？停止你的行为，大傻春，快醒醒，我们得离开这里，我命令你们去摧毁整个村庄，消灭女巫，别听他胡说，大傻春，我们走，我们得赶紧回到村子里面找女巫帮忙。哦不，我和大傻春还没来得及到村子里面，我们就变成蛇了。方块哥，我现在有强烈的欲望想去摧毁村子，消灭女巫。我也是，
一定是那些药水搞的鬼。我现在控制不了我的身体了，我们开始不受控制的攻击村民。一直有一个声音在我的脑子里面，让我消灭所有村民，找到女巫，一个也不能放过，然后摧毁掉整个村子。现在方块哥和大傻春已经完全失去了意识，他们不断的消灭村民，他们已经成为了那个科学家蛇的傀儡，帮那个科学家进行复仇。女巫是女巫，我们得消灭她，停止你们的行为，你们被邪恶的药水迷惑了。你这个坏女巫快停下，别跑，你毁了博士的人生，我们会要你付出代价。你们被她都给迷惑骗了，我曾经是这个村子的救星，我不会相信你的，别想在树屋里面躲着，我不会放过你的。你被他给蒙骗了，真相不是这样的。不过你们现在中了他的药水的毒，是不会相信我的话的。现在你无处可逃了，我会用这把剑消灭你。清醒一点，你们完全被那个邪恶的科学家给迷惑了。你在对我干什么？你又对我用了什么药水？我重新变回人类了，我不再是一条蛇了。很抱歉女巫，我对你做了那些事情。那个蛇的药水实在是太厉害了，我没有办法控制住自己。我知道他研制那些药水，然后撒在别人身上，想用这个办法来消灭我。女巫帮帮大傻春，他现在还没有恢复正常，他还是以一条蛇的形态在攻击村民。你有什么办法吗？女巫，我有一个计划，我需要一些原料，但是他们都在水里面，我需要你帮我去找到这些原料。可是我在水下无法睁开眼睛，我什么都看不到，在水下这些药水或许可以帮助到你。快点出发吧，时间不多了，水里面有很多宝箱，你需要找到他们并收集里面的东西。真的是太可怕了，幸好女巫让我恢复了理智，我必须尽快找到那些原料，不然会有越来越多村民受到伤害的。可是海真的是太大了，我该怎么找到那些箱子？哦，我好像发现了第一个箱子，这比我想象中的要简单很多。我拿到了一些原料，女巫给我的药水真的很有用，它让我能在水里面自由呼吸，还能看得清东西，这能帮助我更容易找到箱子。越往里面走越黑暗，我又找到了一个，我真的是太幸运了，我得继续寻找剩下的箱子。第三个箱子，我又成功获得了一些原料，这里底下还有一个箱子，我想这应该是最后一个了吧，我得尽快游过去拿到原料，然后把原料交给女巫。现在我得赶紧回去了，时间不多了，希望女巫可以研制出拯救村子的药水。这些是我在箱子里找到的原料，这些正是我需要的，请帮帮大傻春女巫，她现在正在等着我去拯救她。没有问题，我可以研制出让她恢复正常的药水，不过你得让她喝下去。没有问题，这包在我的身上，这个就是可以拯救你朋友的药水，要去吧。真的是太感谢你了女巫，我现在要去拯救大傻春了，我得快点找她，她在哪里？我看到她了，黑大傻春，我这里有一种神奇的药水，只要喝下它，你就能变得很强大，然后就可以去消灭女巫了。真的吗？我感觉我的身体在发生变化，我恢复成人类了。欧耶，你恢复正常了，大傻春。假如你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的身体出现在了一个巨大的深坑之中，并且一旁还有个诡异的黑影，使用草坪方块将你完全隐藏，你会怎么办？大家好，我是阿俊，今天发生了一件极其糟糕的事情，那就是我最好的朋友铁柱居然离奇的从家里消失不见了。奇怪，铁柱这个时候能去哪里呢？要是在平常的话，他应该早就来找我去周末冒险了呀。等等，铁柱的家里怎么突然进去了个商人？看样子他好像是在变卖铁柱的家具。不对，那些可都是铁柱最爱的东西，他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买掉的，这其中肯定有什么古怪的地方，让我过去向这个商人询问一下情况。难不成铁柱是遇见了什么经济危机？你好商人，我能向你询问一下情况吗？这明明是我好朋友铁柱的房子，是谁让你把这里面的家具变卖掉的？你好，是这样的，就在刚才有个流浪汉告诉我说这个房子正在拍卖，于是我就在拍卖大会上买下了这个房子。什么流浪汉？不可能呀，这明明就是铁柱的房子呀，你能带我去见见这个流浪汉吗？我感觉你对于这个房子的所属权有些误会。好吧，既然你不相信的话，我这就带你去找这个流浪汉，他会向你证明这个房子是无人居住用来拍卖的，这里就是那个流浪汉居住的地方。你要是不信的话，你可以亲自去问他。你好流浪汉，我能向你询问一点事情吗？是谁告诉你我好朋友的房子无人居住的？还有你知道关于他的踪迹吗？要是你知道的话，我可以给你一大部分钱来改善你现在的处境。真的吗？太好了，是这样，就在昨天有个黑衣人告诉我那个绿色的房子无人居住，让我去拍卖会买它。至于你朋友的踪迹，我只能交给你一张照片，剩下的我就一概不知了。好吧，我现在就把钱交付给你，快点把照片给我吧。太好了，我终于可以不用再天天睡破旧的房屋了，我要赶快看看这张照片，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铁柱的线索。天尼，这个不就是铁柱吗？他怎么被一个诡异的黑衣人关进坑洞里了？糟了，看样子铁柱是遇见了危险，我得赶快去把他给救出来，要不然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呀。我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赶快去询问一下村落中的村民，看看他们有没有谁知道这个地方的所在地。你好村民，我现在有急事向你询问一下，我有个朋友在某个地方遇见了危险，我现在需要赶快通过这两个照片找到这个地方的所在地。好的，让我看一下，看看能不能帮助你。等等，这几张照片的所在地感觉非常的熟悉，我知道了这个地方，我以前去往过，我现在可以在地图上给你标注一下。真的吗？太好了，真的谢谢你。事不宜迟，我得赶快出发，不然时间一长铁柱可就要危险了。根据村民上所标注的应该就是这个地方了，我现在就把这片区域给挖掘出来。铁柱，你听得见我说话吗？我是你俊哥呀，果然在这里我已经看见下面有铁柱身影了。俊哥，真的是你吗？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是的，铁柱，现在没有事了，我这就把你给救出来。终于出来了，还是外面的兵器新鲜。不过铁柱，我们还不能高兴得这么早，我们还需要把那个可恶的黑衣人抓住，必须让他承受应该有的惩罚，不然会有更多的村民受到伤害。铁柱，我现在就把那个嫌疑犯的照片拿给你看看，是否能够回忆一点他的一些细节。军哥昨天晚上那个黑衣人把我抓住后，我的身体就诡异的无法动弹了。 所以我也没办法通过照片找到一些细节。等等，铁柱，你快看这个坑洞旁边有这许多的脚印。有了铁柱根据我的观察，这个应该就是那个嫌疑人留下来的。只要我们跟着这个脚印，也许会找到嫌疑人的藏身地点。好的，军哥，事不宜迟，我们快点出发吧。我现在已经准备好要好好教训一下这个可恶的嫌疑人了。军哥，你快看脚印到这个房子之前就消失了。是的，铁柱，我想我们是找到了这个嫌疑犯的藏身地点了，但是我们还不能高兴得这么早。 根据那个嫌疑犯的作案手法来说，他的洞穴肯定危险重重，所以我们一定要尽量小心点，最好是把这个铁剑装备上，以防万一。好的，俊哥，我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快点进去。天尼，俊哥果然你预料的一样，这个洞穴中居然有恐怖的岩浆陷阱，要是我们不及时通过的话，肯定会被变成烤乳猪的。是的，铁柱，所以我们尽量把视角放在下面，通过这里。太好了，俊哥，我们终于过来了。好的，让我看看下一关是什么。俊哥，这里有一个非常坚固的密码门。 我感觉那个嫌疑犯肯定就藏在这里面。铁柱很有这个可能让我先观察一下四周，看看如何把那个大门打开。等等，俊哥，你快看那个墙上，有两个不一样的颜色方块，而且它们的颜色还能对应我们身后的小羊们。有了铁柱，我知道了，看来我们需要把这些小羊们按照相应的颜色归为到颜色方块下面，这样画那个大门应该就会打开。好的，事不宜迟，我们快点利用绳子把这些小羊分类吧。铁柱，我抓捕这些红色颜色的，你抓捕绿色颜色的。 太好了，铁柱终于大功告成了。我们快点试试把这个大门打开吧，看我直接把这个大门打开，看看好了，成功打开。天尼，这里怎么躺了这么多的村民，而且那个商人居然坐在这个宝座上？可恶，真没想到这个商人居然就是那个嫌疑人。看我不直接把他给抓住！糟了，俊哥，那个商人启动了逃跑装置，想要逃离这里。是的，铁柱，我们必须要抓住他，不能让他逃走。看我直接使用镐头把这个铁门破坏。好的，打开了，我们快点去追那个商人。可恶，这个商人居然躲进了安全屋里。 我从外面压根进不去抓住他，要是时间一长的话，他可就要逃跑了。等等，什么声音？好像是从上面传过来的。你这个可恶的商人，休想逃走！看我直接从上面过去跳进你这个安全屋，让你尝尝我的厉害！看我纵身一跳干掉你！太好了，铁柱成功的把这个商人消灭。下面插播一则重要消息：我的世界再过几个小时之后将会爆发带有病毒的洪水，请各位村民抓紧时间离开。什么？有病毒的洪水？麦琪，怎么了，姐姐？刚刚有通知说。 再过几个小时，将会有携带病毒的洪水爆发。什么？那我们还不赶紧收拾东西走人？留在这里等死啊？还剩几个小时，来不及了。麦琪，不是吧？那我岂不是死定了？麦琪，别气馁，不要放弃，我们一定能找到生存下去的办法的。所以现在让我们出去看一下情况，这看起来没什么变化，感觉不会像爆发洪水的样子。你说的没错，这天气都好好的。不过我们还是要相信通知上面所说的，我们还是赶紧抓紧时间回去打造一个安全屋吧。我们只有几个小时，来得及吗？来得及。 因为我们的房子本身就有一个地下室，走吧。Let's go！ 我们要开始我们的生存大计了。我的地下室比较隐秘，它藏在这一个书架后面。只要打下这个拉杆，你看这条通道就会出现在我们眼前。只要把舱门打开，就可以下到地下室了。走吧，让我们下去看看吧。芜湖走路这条梯子还挺长。是的，不过我已经很久没有来到这个地下室，就是有一点脏，不过只让我们打扫一下，我们是可以居住在这里。是的。 这里看起来还不错，让我来看一下箱子里面有什么，有一些简单的工具和一些食物。所以我们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收拾这个烂摊子。好主意，毕竟这里真的太脏了。我们只要把灰尘以及这些杂物清理掉，我们就能重新在这里居住。不过我感觉这个空间好像有一点小，但是现在才来开凿，我觉得可能有点来不及了。毕竟再过几个小时洪水就要爆发了，所以我想着要不用个炸弹吧。芜湖，亏你想得出来。嗯哼，用上这个炸弹，我想它炸开空间的速度比我们要开凿的快许多。怎么样，我这法子还不错吧？ 简直不要太好用！我在往墙上装上几个，来个三管齐下吧。这威力一下子炸出了30亿，在我和马奇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的大致空间基本已经完成了。看，比原先宽广好几倍。这一下我们住在这里舒服多了，而且我想这里绝对会很安全。来吧，让我们继续工作吧。我们把这里完善好。首先，我们需要一个地方储存水，我需要在这里挖出一个坑来用这个坑。我们的水就放在这个坑里面来储存吧。好主意，解决了水的问题。接下来就是要解决食物的问题。 如果我们光是储存一些食物的话，放久了不仅会坏，而且我们还不知道要在这里待多久，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打造一个地下农场，把这里挖开，再铺上泥土，往里面放上水源，这样的泥土我们就可以种植了。然后需要打造我们的卧室，我们打造一个双层床吧，最后再往这里点燃火把来照亮整间地下室，看起来非常棒。旁边还有我们的厨房也已经打造好了，非常棒。我们这里已经可以正式入住了，但是麦琪，我们村子里的村民怎么办？我有些担心，要不我们去邀请他们来这里居住吧？好主意，我们走吧。
有人吗？你好，不知道你有没有收到消息，带病毒的洪水马上就要爆发了，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居住到我们的地下堡垒？什么呀，你们在开什么玩笑啊？我不去，我在家待得好好的，去什么地下堡垒？不是的，洪水马上就要爆发了，你真的不跟我们一起去避难吗？不去不去，你们不要来打扰我了，我没空陪你们玩。好吧，这个村民好像不相信我们，他怎么那么固执？我去看看他起来干什么。他看起来肚子饿了，一直在吃苹果。什么，他现在开始玩起了游戏？都什么时候还在这里玩游戏，沉迷于网络，命都不要了。算了吧，不管他了，还剩半个小时，我们赶紧回去吧。我们好好的待在这里吧，等待洪水的到来。就这样过去了半小时之后，麦琪，你听到了吗？听到了，地面上好像有一阵地震的声音，是洪水来临了吗？我想是的，我们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出去，毕竟我们待在这里也能够好好生活。我们的邻居在玩游戏，他不会有事吧？不知道，希望他的游戏能救他。听起来现在外面的灾难好像停止了，我们要出去看看我们的邻居吗？这好像很危险，因为报道上不是说了吗？洪水还携带的病毒，我们出去的话，病毒不会感染我们吗？我早就准备好了，你看这是什么？挖两套防护服。是的，没错呀，只要我们穿上这个防护服，全副武装，那么我们就不用担心被病毒感染。看起来还不错，再拿上我的大铁剑，走吧，麦琪，我们出去看看。Let's go。好的，我们准备出去了吗？麦琪，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冲特么的，现在外面非常非常的蓝，都覆盖了洪水，情况还好吗？我们有防护服，应该可以出去吧？是的，准备好走。哇，这些带病毒的洪水会伤害人，简直受不了，赶紧跳上这个木地板。你看我们这里被这里毁坏的不成样子，不行了，我的血条一直在减少，我得赶紧往水里垫上石头，踩在这个石头上情况好多了。我去，那是什么？怎么还有两个变异怪兽？村民被困在房顶了，看来那两个玩意准备想攻击他。不行，我得过去看看能不能救他。黑哥们，你还好吗？看得到我吗？我在这边，你再坚持一下，我现在正在想办法过去救你们。不，村民坚持不住，直接掉进洪水里面了。麦琪，我们快走吧，我们被那两个变异怪兽发现了，快快快，我们赶紧回我们的地下堡垒里面去。麦琪，动作快点，关门再见。我的天哪，这究竟是什么？凡村到底发生了什么？有朋友知道这是什么印记吗？看看这里，一片狼藉，好多的脚丫子，仿佛在诉说着一个恐怖的故事。这么多脚丫子简直难以置信。阿丽，他在做什么？为什么站那里一动不动？阿丽，我们凡村出现了好多不明的脚丫子。阿丽，你为何你看起来如此惊恐？天哪，凡村一定是出大事了，他去哪儿了？为何突然消失？桑拉，你回来了，你怎么了？脸色为何如此的苍白？我听见你在呼喊我的名字，所以我来了。但你在说些什么？为什么你站在那里发呆，然后突然就消失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些巨大的脚丫子是什么？怎么会出现在我们村庄？他们似乎有些诡异，难道是某种怪物留下的？可是我从未见过如此巨大的足迹，这让我感到恐惧，而且上面还有血迹，这究竟发生了什么？村庄就在河边，我们必须继续前行，跟随这些足迹，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快看，这似乎是最后一个巨人的足迹，但是前方却什么也没有，只是一堵墙。这究竟是什么意思？难道有人故意留下这些足迹，想要误导我们？或者这是一个陷阱？阿丽，小心，你快看，那是谁？为何他长得如此像你？对了，我见过他，他站在一个巨大的足迹旁，然后突然消失了，他的速度非常快，我根本看不清，当时差点把我吓晕了，就像是从地狱里跳出来的恶魔。是的，三娃，也许我们得赶紧离开这里，然后远离他，等等他在跟踪我们。这家伙到底想干什么？我们需要甩掉他，让他找不到我们的踪迹。这家伙哪里去了？阿丽也不见了，也许是被那个双胞胎绑架了，刚才明明看到他在这里片森林里的。这也太奇怪了，他究竟在哪里？这里又一个洞，难道是掉进了这个深坑？这个坑看起来好深，我甚至看不见底部，这种深渊地底下谁知道会有什么危险？我得小心点，万一有什么陷阱就糟了。在这深渊的地底下有个火把更香。我的天啊，这里有人的尸骨，真是太可怜了。不过我会借用你的剑，然后为你报仇。不管怎样，我需要一把武器来保护自己，这把钻石剑就非常厉害。这里似乎很安全，但我不知道那个邪恶的双胞胎是否还在附近。既然来了，还是得继续前行。那个邪恶的双胞胎竟然出现了在这里，这个地方似乎很大，我得快点找到他。这些足迹和血迹，他们似乎在引导我前往某个地方，我希望这不是一个陷阱。这里居然有僵尸吗？幸运的是，我找到了一把钻石剑，至少我可以用它来对付这些僵尸，但我还是得小心点，那个邪恶的双胞胎才是最大的威胁。The next day. 原来你这家伙在这里，来吧，让我们决一死战吧，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我得去拯救阿丽，他不能单独面对那个家伙。战斗吧，你这个可怕的家伙，我是不怕你的。没想到那个邪恶的双胞胎几乎打中了我，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做才能在这场战斗中幸存下来。如果没有这把钻石剑，我恐怕早就命丧黄泉了。但似乎他并不在这里，我在哪里？我得找到出口，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阿丽，你在吗？你在墙后面吗？是的，三娃，快带我离开这里，这个鬼地方太可怕了。不要害怕，我现在就救你。终于实现自由了。三娃，你知道吗？我真的很害怕，
我不知道那个邪恶的双胞胎究竟想要做什么，幸好他已经离开了，至少现在我们不用担心他的威胁了。阿丽很高兴你没事，那个邪恶的双胞胎应该不会再来打扰我们了。那太好了，我们赶紧出去吧，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等等，三老，我们不能就这样离开，这里还有这些血腥的足迹需要调查，我想出口一定在某个地方，我们顺着这些红色脚丫子一定能找到真相。快看，村子里的某个地方已经开始清理这些巨大的脚印了，建筑工人们已经聚集在这里解决这个问题，我相信很快这些被邪恶怪物留下的脚印就会被清除掉。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声音，但它听起来像是地震，难道是这些巨大的步伐造成的地震吗？朋友们，你们感觉到了吗？似乎结束了。这怎么可能？我想我猜到了，外面的东西才是造成这一切的根源，那些脚步声它们是从外面传来的，也许我们应该去看看那座高山，在那里说不定可以找到问题的关键。让我们上去看看有什么可以发现。一个错误的地震，但是那些脚步声非常大声，不可能是地震造成的。你快看，下面有两个超级大的脚印，我们快下去看看。但是谁会有这么大的能力留下这么大的脚印？为什么这上面有血迹呢？这里发生了什么？还有一个非常大的骨头，也不知道它是属于什么生物的。三娃，如果我们要找出这个巨大的脚印是谁的，或许我们要沿着这些脚印的方向前去，只有那样才能找出巨大脚印的秘密。阿丽，找了这么久我们并没有看到什么生物啊，并且脚印也突然消失了。在来的路上我已经有一些发现了，我们再往前看看，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找到的。这就是那怪物吗？看起来人高马大的，上面还坐着一个人，这是骑士吗？真的是太害怕了。他在做什么？他跑得很远，他为什么跑得那么远？难道是被我们的容颜给折服了？或许我们很幸运，幸亏他没有攻击我们，不然我们被这么大的怪物一脚下去，我们瞬间就领盒饭了。你觉得该用什么办法可以打败这个庞大的怪物骑士呢？紧急通知，紧急通知，最近我的世界中出现了大量危险的山贼分子，他们经常使用武器攻击路过的直升客机。据调查组表示，现已有大量的村民遭到袭击，因此还请各位村民减少外出，注意自身安全，等待着警方商量对策消灭山贼。大家好，我是阿俊，正如你们所见，我们遭到了恐怖山贼的袭击。天尼，刚刚真的是太危险了，那些山贼的导弹威力也太大了，直接就把我们防御力极高的直升机给击落了。不过好在我掉进了海里，要不然我肯定会被摔成肉泥的。终于游上岸了，从这个海底游上来真的是太消耗体力了。等等，前面好像是我们的直升机，看这样子已经是完全损坏，不能再飞行了。不好，我得赶快寻找一下铁柱，希望铁柱也和我一样平安降落。等一下，什么声音？好像是从那个树上传来的。天哪，那个不就是铁柱？它居然被挂在了树上，看样子它应该是因为从高处降落被冲击波震晕了过去。我得赶快想办法救治它一下，不然照这样昏迷下去，铁柱可就要危险了。好的，我现在先去我们坠落的飞机那边搜寻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有用的东西。铁柱一定要坚持住呀，我这就来救你。不得不说，这次的直升机损坏是够彻底的，到处都是燃烧的碎片，希望能找到些有用的东西吧。等等，这里有着一个箱子，让我打开看看。太好了，居然是急救箱，而且还是完好无损的，有了这个肯定就能把铁柱给恢复过来的。事不宜迟，我得赶快回去了。由于铁柱是降落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树上，我得先挖掘一些土质方块当做梯子，这样就可以近距离的为铁柱治疗了。好的，我现在就赶紧为铁柱使用医疗箱。我这是在那里头真的好痛呀。太好了，铁柱你终于醒了，刚刚真的是吓坏我了。俊哥，刚刚真的是太恐怖了，我还以为这次我真的狗带了呢。好在我们都平安的降落了。是的铁柱，但是我们现在还不是高兴的时候，那些山贼用导弹把我们的飞机击落后肯定会过来搜索物资的，要是这些物资全被他们抢走的话，我们接下来等待救援的这几天可就要危险了。那俊哥，我们应该怎么办？我可不想接下来几天没有食物吃啊。有了铁柱，刚才我在周围搜索时在水里发现了一个装满武器的箱子，我们快点把那些武器都给武装上，用来对付那些来抢掠物资的山贼。好的，就是箱子，把这些武器全都装备上。天尼，俊哥这里居然有着那么多的武器，有了这些武器消灭那些土匪还不是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是的铁柱，但是虽说我们有了这些武器，我们还是要小心一点，毕竟那些山贼人数众多。俊哥你快看，那些山贼已经过来了。可恶，真没想到这些山贼来得这么快。不行铁柱，我们快点去阻止他们，不然以他们的人数肯定很快会把我们物资全都给拿走了。看招吧，你们这些卑鄙的山贼，离我们的飞机远一点。太好了俊哥，我们把他们赶走了。是的铁柱，但是我还是有种不好的预感，那些山贼应该不会这么轻易的就会离开的。等等，这是什么声音？好像是从后面发出来的。天哪俊哥，那些山贼居然驾驶着坦克过来了。我就说那些山贼是不可能善罢甘休的，可是看着这个坦克的样子，我们手上的武器应该是破坏不了它。俊哥，难不成我们的物资真的要被这群山贼给抢走了吗？有了铁柱，我们可以利用声东击西的计划来打败这群可恶的山贼。首先我先挖掘一些土质方块，尽量挖掘的多一些，然后再利用他们制作一面墙壁，这样就可以阻挡那些山贼的视线，来隐蔽我的行踪。好的铁柱，现在你先在墙后面制造声音，吸引那些山贼注意，紧接着我再趁机去飞机残骸那里找一些对付坦克的武器。好的，那些山贼已经被铁柱吸引过去了，我得赶快去找一些武器，应该就是这个箱子啦，让我打开看一下。
太好了，居然是倒刺机关将这些拿走。但是刚有这些倒刺机关还远远不够，我得再去搜寻一下。看来铁柱吸引得很成功呀，那些山贼完全没有发现我在这里。等等，这里居然还有一个箱子，让我赶快打开看看，希望有一些杀伤力大的武器。太好了，居然是反坦克炸弹，好的，把这些也拿走。我要赶快把这些地雷全都布置上，要是让那些山贼发现了，只有铁柱一个人可就危险了。糟了，看来我被那些山贼发现了，他们开着坦克冲着我过来了，我得赶快把这些陷阱布置完成，尽量把这些倒刺机关布置的多一些，这样就能大大的降低坦克的速度，让它不能行动。倒刺机关布置完成后，我在附近布置大量的反坦克地雷。好的，那些山贼已经进入到陷阱里面了，果然有效果了，坦克已经不能行动了。紧接着我再启动这些反坦克地雷。好了，成功把山贼的坦克给破坏掉了。知道我们的厉害了吧，你们这些可恶的山贼。铁柱没事了，剩下的时间我们只要在这里等待救援就可以了。好啦，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喜欢的话就别点个关注支持一下吧。